我们的爸爸，他经常关心我们的身体。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还倡导我们节约粮食。再下次我让你俩吃不了兜着走。真是一位好爸爸。不错不错，这篇作文你们三个记得全文背诵啊。来吧，吃瓜。我们有个事儿。有人不至于不至于。我们就是想出去玩。盼着盼着终于是放暑假了。放暑假的第一天就是老四的生日。老四一直是家里的团宠，被哥哥姐姐呵护着长大。我更需要做的就是鼓励他去勇敢探索，让他知道自己可以是公主也可以是骑士。看着他坚持目标一往无前的样子，我们都很为他骄傲。爸，你看我们赢了好多奖励。还有姨和麦子。好了，晚上不用买菜了。搞了半天你抄我们羊毛呢。爸爸，我们问你几个问题。把一只杯子拿。你先。孕妇打人算群殴吗？不能吃止痛药，打架会痛吗？妈妈呢？啊、用毒蛇毒蛇，毒蛇会被毒蛇毒死吗？过期的弟弟妹是更毒了还是不毒了？打人时怎么做眼保健操？下腹被压住了怎么大小便？没发明之前眼镜蛇叫什么？我带你找妈妈走。要不简单点。考试前，哎呀，明天考试我都会，一加一三，二加二五，二波子的二分一，哎呀妈呀，这太简单了。教育弟弟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考不好就得回家放牛，继续嘚瑟，知道吗？出成绩了，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，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考你个老四，你连我都敢考，四要挂。对，有人张定康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我张大哥坑天坑地。坑坑气，没想到居然栽到你个小老四手里。阿三，收手吧，坑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我不会输，我从来都不会输。今天你们要是不告诉我一加一到底等于几的话，你们就休想出那个门。既然你不听劝，就休怪我们无礼了。别放，做王哥的。你们能不能快点？电影快开始了。根本不理我。神奇早换术，今天带孩子们看电影《迷你世界之觉醒》，都看得津津有味，终于能消停一会儿。控制力觉醒，你就是个熊孩子，哪来的控制力？看着，这电影也太上头了吧！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坑你们了，要和我的，这么来守护的。没想到看完电影，竟然学会体贴我了。不错呀，还能有这种觉悟呢。我以后在电影里卡卡要勇敢，保护好你们。不错，有点大哥的样子了。老爸，你呢？我这么高大威猛，当然像巨石人啦。完了，要挨揍了。干嘛干嘛？我随便说说的啊。打倒巨石人，保护家人，走吧。我就不信我今天搞不定你俩，集合。又来了。爸爸给你70，妈妈给你30，你这有多少钱啊？30。我给你的70呢？你口袋能掏出1块钱，算我输。我哎，老爸，先别生气。那个风声的风咋写来着？先写个3，再写个数。先写个3，再写个数，那不是逼吗？你是不是多呀？哎，我怎么跟你们都整不明白呢？因为你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也不用这么骂自己吧。没用的东西。老三只说你教的没用，不如你给我们几个老师吧。好了，我先学。我先学，我还梦想呢。老大都有梦想了，说来听听。我想穿上衣装，救死扶伤。我有梦想，我想骑上三轮，烧酒立江海淀电动车。你们谁需要帮忙？张三坑来了，快跑！张三坑来助银伟乐了，咋都跑了。林奶奶，我来帮你。正宗目标。张狗蛋，以后别叫你老三出来，我年龄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谁把我购物车里的东西全给删了？我呀，你不是讲清空购物车吗？清空购物车，我不是要这种轻罚。老婆，你别急，你还记得购物车里有啥吗？衣服、口红啥的，重点是老四的口粮。你给老四买奶粉啊？我有钱呀。啊、你在哪儿拿的钱？在你房底下呀。赶仓私房。张狗蛋。老爸，你咋对老三这么好？你不知道，巴西这次赢了，老三就是板上钉钉的预言家。哎，狗蛋，低调低调。
情不是很正常吗？那可不一定，今年的世界杯老是爆冷，我都怕给我冻感冒了。也是，你有名的小绿，你过得不错的居然也能赢。老三，快帮我算算，我这次考试能考多少分？零分，因为你比较了，加了个白卷。嗯？人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吴哥，下一次日本对战哥斯达黎加，你觉得还能赢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好，我心里就有数了，能不能住上别墅就靠你了。老三，这次你是咋算出来的？日本对战哥斯拉，他就厉不了呀，因为奥特曼都在我这儿呢。干嘛的？我看见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啥没有？你没有？我拿了几个银子的拿。哥哥，这是啥呀？失忆文物。我不信。哥哥，这是啥呀？失忆喷雾。我不信。又失忆了。发现新大陆。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失忆喷雾。我不信。还不信。哥，这是啥呀？失忆喷雾。我不信。有人。哥哥，这是啥呀？防空喷雾，哦，是防火的吧？对。你起来呀，你那厉害劲儿呢？骂你大点声，知道你还怕的干啥？我不怕，不怕那继续。还不让我吃葱，说我味儿大。给爸。坑爹，你是最这行。还不让我喝酒？来吧，大耳朵给你倒了。再给添把火。哎，这玩意儿是好喝，再来一个。你起来打我呀！我吧，我还出去喝呢。对。老爸，我想买这个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等着就什么？妈妈，你看你年轻的时候多漂亮，你看还有酒窝呢。看这张，看这张，看着李文静多漂亮，多配你。你们在哪找见的？就在妹妹的花盆底下，还有塑料袋包着呢。你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你爸还留着他的照片。站住！这啥？一百加点图，现在别着急。干啥？作业写完了吗？干到点。暑假神兽归你，分分钟能把家拆了，得让这几个熊孩子出去放放电。我要送你们去乡下改造。神兽们回来了，我好怕怕。劳动改造。爸，我们活都干完了，可以出去玩了吧？行，去吧，记得把手机带上。啊，在你家怎么管孩子我不知道，在我这儿我必须得管管，天天看手机，看手机，学坏了怎么办？哎，家伙吧，天天让我看手机。之前的手机都是紧盯着的，就怕他们玩游戏不务正业。我不去玩了，要带家伙没有？臭小子，去吧。他们以为这是甘蔗，查完后原来是玉米。快点，怎么回来？我去找找他们去。没事，我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他们的位置，我带你去。对呀，就你这两下子，你还教别人，行不行？咋真有两下子？回城过个暑假，成了大孩子样了。哎，老三呢？我爸你妈这么喜欢哇。这么乖，我还有点不习惯了。看来你们就是在家太无聊了，才会调皮捣蛋的。只要好好引导，你们也没那么坑嘛。我们本来就不坑。可是咱家也没种地瓜。没种地瓜。我不来学校你了，偷我地瓜。看来我家的熊孩子还得继续改造呀！大家都来唠一唠，这个暑假你们都是怎么收服自家神兽的？哎，老爸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不用。嗯，这咋像剧啊？看我的。嗯。爸、啊！看电视呢。嗯，看看我俩呗。嗯，转过来看看呗。老四的奶没喝完，还剩一点，苹果也没吃完，咋办？扔了吧，